婚礼管理员李建志今仔日钟志顺议庭中指出，最近伊接到未少学校人员反映，表示教学处的课程多学大量增加，造成因校务推动的困扰。这个32位编制外的多学，身份遭受未少批评。伊是坐即位个，就是多学呢。啊，咱一般人咱唔知，咱想讲看见多学就是这个人尔。原来分共三十几个黑白多学。你我把这三十几个用一句话啊，形容起，啥物官位哦？你也袂晓，我拄只讲个，是毋是黑官？编制也无，啥物拢都无，但是名片有，但是无迄职位，这毋是黑官是啥物？李建志议员随后阁质询行政处甲人事处有关这批督学的正当性。人事处长柯亮智强调，这个督学并无编制在案，所以人事处不便表示意见，但是希望教育处家己检讨。教育处这个课程督学啊，因为不是编制内啊，他也没有执行啊，所以在我人事处这边啊，登记没有案，所以我就要我表示意见啊，我让都表示意见，我里面都是不是教育处这边啊，之前的检查。教育处长柯亮智对此表示，这些课程督学大部分都是退休的校长，一心来协助校务的推动，伊拢是以特聘督学的名称来聘用。咱是国教辅导团哈，国教辅导团，我们是用特聘课程督学的名称的哈。啥物？特聘课程督学的哈。特聘。对啦，特聘的课程督学啦。其他教处人员表示，正式编制内课程督学人数刚好有2位，其他32位特聘的督学拢是无薪水的，刚好有开会的出席费补助。记者余平伟采访报道。